今天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，A 股放量大涨。截至收盘，上证综指大涨百分之八点零六，报三千三百三十六点五零点；深证成指大涨百分之十点六七，报一万零五百二十九点七六点。A 股全天成交量超过二点六万亿元。 创业板、科创五零、北证五零等多个指数创下历史最大涨幅，全部板块上涨，券商、软件、房地产等板块涨幅居前，个股呈现普涨态势，超七百只股票涨停，两千七百多只涨幅超过百分之十。